好，我们这边直接开始抽这个祭司的新珍宝，别告诉我。吓我一大跳，没事，我抽祭司。我有宝典的，这又是一个蓝光，我的天哪！这也太飞了，孩子们！感觉好像把我们的欧气给吸完了，怎么说？真的感觉把我们的欧气吸走了。哎呀，抽到啦，抽到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更换新时装，祭司新时装感觉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女孩子，道具有水球和拉斯特效，头戴桂冠，时不时有泡泡出现，打大洞的时候还会戴上眼镜。速伞来追咱们了，咱们正好看看新时装牵制实战，翻窗蹭个弹射。这速伞追得很紧，以防万一，我还是打洞进医院。祭祀国王回宫，小小速伞怎么抓我？距离近了打个洞压压惊，我玩祭祀可以说是烂命一条，就是干了，哈哈。从鸟笼出来再绕一下，小黑直接有脑砸板，让他当踩板模拟器，然后咱们再去其他能牵制的地方。前面板子必须砸到了才能跑，后面速伞头铁给机会吧，到板中直接砸，然后从窗户跑路，恰好窗台冷却好，小黑小短腿怎么追？这边速伞切成小白追上了，虽然吃了刀，还有其他办法，直接准备底牌切盲女。祭司的新时装体验过了，再来买一下鸡朽手的新时装吧。鸡朽手的新时装也是很有创新性，他的身边有环绕着他的光球小船，而且还有拉丝效果，还有一只会一直跟在你身后游的小鲸鱼，球打到监管的时候还有水声，清凉感满满。开爆发期间会发光，而且还有常驻的音效。现在上线还有夏日运动会大活动，完成剧情提高运动会热度，过完活动小游戏获得赛场铜币，120赛场铜币就可以免费兑换玩具商的最新活动挂件。心动不如行动，咱们快来一起启动第五人格吧。